巴拉巴拉巴，八点啦，出事啦，出事啦！我们先暂停，出事了，先确认一下，我们台有开起来，出事了，还好是单人，所以可以直接 ESC 暂停。我确认台开起来，听我娓娓道来。啊、哦，万一还在 loading， 到底何时呢？但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是暂停画面，听我娓娓道来，好不好？那个看直播的话就不清楚，刚刚最后一个画面是倒下来，可以看到下面我一无所有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上一次直播结束之后，我关闭了一切，但是忘了关麦块。然后呢，就去休息一下，然后等我再打开麦块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倒下来了。我第一个反应是赶快 Alt 加 F4， 想说这个画面可能也要给大家看到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我不晓得我上一次倒了多久，而且上一次倒了，它上面写说是被突袭者给打败了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突袭者出现，刚刚一进来还有一点暴动的状况，好不好？但我觉得至少这个是我自己的锅。可是如果真的没有，我觉得幸运撰稿可不可以让我们拿回来，好不好？这毕竟对不对，都是我忘了登出的锅，其他东西没有就很难过了，但我希望幸运撰稿可以拿回来，好不好？但我也不晓得会怎样，我们就按下去。你看为什么会有突袭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东西还在，东西还在。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，东西还在。哦，一切天天下无难事，我的东西都还在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在那里？他要干嘛？他跟着熊熊玩得很开心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他？效率稿，丝绸之处有我们的东西，应该都还在，好不好？身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，就稿子，好了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谁派你来的？莫名其妙，打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啊？但至少还好，我上次登出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是还蛮快的发现，我其实也不晓得为什么又跑出来了。哦，他们刚刚在里面跳跃，为什么蘑菇牛会跳？蘑菇牛会飞啊！那这样我这样蘑菇牛会飞啊？哦，他刚刚想要回去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出来了，还想回去？还想要在这里乖装乖，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来不及了啊！掠夺者哎，掠夺者可以这样子直接忽然间跑出来的吗？啊，我的碗碗只剩三个了。其他东西有没有遗失？看起来感觉上精神上应该是没有。刚刚最后还有拿到那泥土，所以应该大部分都拿到了。好，好，还以为你知道上次关，我就想说完了，感觉就要一无所有了。但是在那当下，我也觉得没办法做什么事情，就想说算了，等到直播的时候再来说说。好家在，好家在啊，还在，没事。安全，安全，拖地，拖地，好可怕哦！哎呦，少了几个碗碗，我们再继续做更多的碗碗。为什么你可以上来？那就是不让你们出来的，好扯哦，这些牛。啊，那我们喘口气，我们是。好棒棒的，
面对这些有够皮、有够混乱的牛牛，我们能够干嘛？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喂饱他们，让他吃，让他吃，吃得更饱，吃得更爽。啊！啊！我在最高点，我狂喂猛喂哦，很吃很吃很吃哦，超吃，太吃了吧！哇！吃汗牛牛，吃汗牛牛哦，全喂了，全喂了哦，经验值，经验值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怎么还是跳不出去啊？是我跳错格了？喂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跳错格了，安全。你不要想出来，回去不会卡、啊，很顺啊，我觉得很顺啊。对，远一点就听不到声音了啊，远一点就听不到了。心静，自然世界就静了。一切都只是大家错听，错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刚进来就是要先来务农。牛不是被挤出来啊，就他们太开心了、啊，嗯，滑稽滑稽就会干嘛？开心的飞上天啊，有没有？应该也有过这种心情愉悦到想要感觉要飞天的感觉吧？对，那、啊、只是你做不到，那些牛做得到，嗯，就是人类跟牛的差距。来，我们务好农，然后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干嘛。上次已经完美的规划今天要干嘛了，但是我又忘记了。嗯，啊，对，标题要打，明天就不开台了啊，改今天开。为什么？谁让你出来的？谁让你出来的？啊？不准，那牛有够皮，很皮呢。我们好多皮皮牛、哦，但是解决皮皮牛，我们就有东西，感觉也是意外的开心，好像还行，好像还行。那除了皮皮牛之外，我们也再把这个砍一砍吧。我们未来肯定会需要很多的木头。对啊，还想升天，开心的跳出来，然后就升天，啊，多么的幸福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们之后是不是要来拼拼幸运稿？这样我们在挖掘各方面矿物都会有更好的帮助，即便我们等级不高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二加二等于三。哇塞，那个羊驼干嘛？世界之最羊驼耶、欸、我的天啊， King of 羊驼，哇，还在看我，还用鼻子在看我，你是很了不起啦，但是哦，要尊重一下人啦、啊、好不好？哇，我们这里有世界之蘑菇牛，我们这里的动物真的很强，永远不要小看动物。你以为人类很厉害，太渺小了，太渺小了，好不好？真正厉害的还是动物们啊。想不到招出来的羊驼居然是羊驼之王，佩服佩服。
哇，这一弄就一组多的木头。你躲在小房间，当我没看到你啊？以为我怎么直接有变牛排的啊？牛排皮革掉出来就代表一件事情，里面的牛牛数量已经超载，已经超载了，也就代表我们蘑菇汤的日子已经可以说再会了，在此跟婉婉道别，再会了婉婉，未来我们只吃牛排。哦，好爽！哦，真香啊！哎，它掉进去了，啊，算了，真香啊！还是我们先宰个几头。推，二，三，四，哎呦，确保打的是。肥肥大大的，嗯，哦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未来只有牛排吃啦，欢喜欢喜，啊，真香真香，啊，终于，啊喵喵喵喵。更多的牛排，赞！那我们也可以想想啊，幸运稿是不是？幸运稿，幸运稿，好像是有一点 hard 啦。四个书柜是不是要拼幸运二？有点难了。我们好像书柜可能也要再增加。感谢小猫的会员。你们堆里看到羊的脸，有一只羊啊，很早，很早之前的时候有的。那我们要想想今日目标，今日目标是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在想啊，紫水晶其实应该是有办法挖到的，紫水晶应该只能用挖的，不是吗？挖到紫水晶才可以做望远镜啊，所以是不是底下我们可以再来看看，然后酿造台我们也可以开始去做了，好不好？酿造台，嗯，我们今天就来酿造台，以及可不可以找到紫水晶酿造台，哎，基础的好不好？不要吓人啊，哦，这里的牛牛很爱吓人呢，忽然间都跑出来了。酿造台，烈焰感，我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它藏在箱子的某一个角落。如果你可以找到，它就会存在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，哎，我找得到，还好不用再去一招啊。酿造台，我记得有小小客说，只要把瓶子放进去就可以了，把瓶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吗？还是要放什么？一定要酿吗？一定要酿吗？我们没办法酿啊，我们没有，要装水，拿出来就有哦，这么简单哦，放进去拿出来，道地的酿造坊，这根本在骗成就吧？我酿了个寂寞，酿了个玻璃瓶，